这边有450块，它还在动哎，看它都一串一串，450块，那跟我们去泰国吃到的小章鱼价钱差不多。这个花纹爽吃啊，250块这么大，亲生的扇贝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扇贝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扇贝。欢迎来到小伙伴日常。我们昨天晚上住在浅虫温泉的城市馆，今天呢先去浅虫温泉旁边就有一个道路休息站，去那边买几颗鸡蛋，这边好像有温泉水可以煮蛋，好像很厉害一样。煮完温泉蛋就直奔八户，那边有非常有名的八十市场，有很多很多吃的。出发啦，拜拜。白天看起来很漂亮，这种温泉旅馆都是选 CP 值比较高的。你不是都是看晚餐的图片吗？我跟你讲，十四至少要4.5以上才会选择，房型看得懂就对了。到了，很近哎，那边出来就是大马路，公路休息站。哦，风好大。昨天房间也有这张图，你看海水浴场，我们就住在这里。来塞马塞 ，Lingo Juice。今天早上吃的这个有没有啊？是饱饭吃的啦。觉得这个可以买，100%蓬勃，而且你看，一样哎，又逛起土产了。遇到这种店都不行。这个有3种口味的 ，Apple Pie。这种礼盒是应该很多地方都在卖，这边有板栗的，这也有综合这样子的，看起来就好开心。这是我的早餐，一个 cheese 跟一块板栗杯，有这个啦，这是碎的，小的就好，最便宜。这个是在地的气泡酒，苹果生啤酒 draft， 这是我昨天喝的，这还蛮好喝的，而且它是100%。这两个好像不一样，银金这个酸度比较低，这酸度比较均衡。你要买一个吗？它都已经得到金赏。好啊，那就要喝一个看看。这边还有一些渍物，看起来也很想买回家。我们先买鸡蛋跟贝纯，都好像很好吃，我买一个。这是板栗贝，这是一颗一颗吃的吧？这当零食吃的吧？不是啦，这个是煮饭加进去的。看在旁边这个，看起来都很想买回家。喜欢吃披萨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一块面包，超好笑的，这太白痴了。你看这边还有这个泡面，这看起来好棒哦。苹果茶，好棒！我觉得光这里我就逛得很开心了。还有这个黑黑的蒜头，哎呦，我什么都想带回家。这个毛蟹，这个毛蟹北海道。你们看这3个字哦，那这不能在这边买。好好，我们这边只能买亲生的东西。这边还有好多苹果，做的好可爱哟、哦！它里面就是长这样子，哎，感觉超棒的。看这个苹果罐头啊，真好笑哦！看得到它里面就是这样挖出来一颗一颗的，这黑的啦，黑的是怎么回事？它好像是加不同的调味。我可以买一个这个玩玩看吗？好了好了，买鸡蛋。你看这个我们之前有吃过，记得吗？就像空气一样，想象一下。它是一块压缩海绵，放进嘴里它把你的舌头吸干。这个我们好像也有吃过，这个好像也还蛮好吃的吧。靠近果皮的地方酸酸甜甜，这是有些亲生现采，这不同品种。新黄王感觉厉害啊，它上面有介绍啦。这是我爱吃的玉米浓汤，亲生限定。那给你买一个啊。哎呀，我们不是说要买蛋吗？蛋呢？我就看一下鸡蛋。这边都是农产品，好多哦。这个是浅虫名物，看起来好开心哦。这是小的，你的鸡蛋呢？怎么办？待会去便利商店好了。居居，结果我们的鸡蛋呢？还有2块，这个都没有鸡蛋。外面在下雨了啦。我们今天行程会不会居居啊？好冷哦。不会不会。好好好，我们塞车。什么？Lingo，好多哦。这是丹麦的，350。350，1包有3个，好开心哦。可是我们这吃不完啊，2个200，好。好粗哦，这可以打人的，这很有分量哎。我们到底要买什么？买鸡蛋，买鸡蛋。这个是春山种野边地，好可爱哦，一包一包的。这菇很黑，不是，这不是菇，这不知道什么，一颗一颗的。中泽，它都有写名字是谁做的。这个人，我们都没有买重点的，这什么面包？炒面面包。炒面面包，可是我觉得这样看起来不好吃。是学生在吃的，小朋友吗？阿妈狗，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多呢？很多你在干嘛呢？综合的。可是那一箱我们要吃到是何年何月？我要买一颗一颗，这有稀少品种，他们比较没有人买。要不要买个明月？还是我们买金星？金星最多人买，应该肯定好吃吧？应该都可以吧。一个农产品爱好者，这样多少钱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这个秤是负的，他是这样称的耶。200块，他说这个450克。好哦，好可爱哦，来爷爷帮我们装。他贴很多，他特别去找一个贴纸，很可爱哦。
贝，他说要卖给我们，是要贴上去。他有强调这是精心的，有日文厉害的人知道说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他卖的特别好，肯定好吃啊。还有栗子炒饭呢，这个是有点像年糕，好烦哦，什么都想吃。到了，下着雨，这个人说到了还是去看一下，小心哦。就这么小的公寓，哎，有人呢。你看，这有篮子，这个呢是温泉水可以喝的，带杯子来。杯子在车上，可以摸摸看吗？哎。哦，烫烫烫烫，超烫的，超烫！这七十几度可以煮汤吗？哦，这是别人煮的，要买十颗哎、哦，后悔了哈、哦。可是我们两个十颗蛋，你今天就不用吃其他的东西了。哦，那你就要卖你两颗好了。它这边的温泉水是75度，75度煮温泉蛋要煮15到20分钟，哦，就会是半生的，就是很软的那种。哎，大家如果来浅虫温泉，可以来这边煮蛋，能泡的温泉很多，能喝的不多吧？那你要拿杯子装一点吗？可以啊，可是我那杯子是冰水，好宝贵的冰水，这装是热的，哈抖哈抖的。你在等煮蛋的时候呢，可以去旁边，旁边可以泡脚。这个人，哎呀，那下雨，竹藤，哦，风好大，风好大。这边可以泡脚，可我们没有带毛巾。就跟大家分享，来浅虫温泉，还有这个景点可以来。虽然是小小的，但是混浴竹藤公园，这边是混浴的哦，男女在一起的，不可以做色色的事情。白痴哦你。我们现在去巴库最有名的地方，巴士中心。这中间你看有 IC，IC 就是交流道的意思，就是要通往收费站。你看有料到36公里。36公里也不要付，不要讲一下、啊、探索条件变更，一般优先，好哟，不要，也不用付钱，死抠门，哎，就到我们住宿了耶，来超近的，下雨，哦，喇叭脸，纯正苹果，再快买呀，你快买啦。很甜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很酸。哪会酸？很甜，很酸，但其实还蛮好喝的，感觉就是新鲜现榨的感觉。它里面是长这样子，板栗贝醇。这个人给你吃吃看，你专心开车，好吃，对不对？蛮特别的，比我想象中的更脆。你为什么要提便利商店呢？油车盒最大的好处就是看到这种空便利都可以进去。养猪行程，没错。好冷，好冷。便当 ，Lawson， 你想干嘛？哎，我看一下，一生一度温泉白选，一百选哎。听说这里面一定有，很多地方我们都去过了。问题我们没有拍啊，希望有机会把这全部都拍给大家知道。这个又不能拍，我是不是有去？你还去了两次，你看这里不会后悔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影音机什么的？不是，你看这个年菜，我真的很想要吃这种东西耶。和风三重，很香，这好开心哦。一重的，一重就一盒吗？这样不知道多少钱呢？哦，9800，不便宜耶。可是好多，我好想吃这种看看哦。哎，这好多格哦，14800。这个人，你又在看什么？有这个烤盘，可以烤出一个果玩起来呢。这感觉好像是小朋友会喜欢的。什么小朋友？对，就是小朋友。杯我比较好，看起来很好笑。好了好了，不抽，天竺鼠车车。好了，下面还有哎。你要抽吗？不要，好像还没有带大家逛超商。好多、哦，其实便利商店也很好。哎，小 B 的宝贝，哎，这好可爱哟 ，Q B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很适合这个，哎，那包装小小的，哎，还有这个酱油啊，这个都是小小的，好可爱。对啊，我就说你在日本买调味料不用担心太大。看一下饼干，饼干这边是你最爱的重点区域啊，很多哎，这样怎么挑？想要抽奖？天哪，你知道这一排有多大吗？我再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这边都是选择哦，琳琅满目，进来都会有一种选择障碍，超多的哦。这个也很好吃，酒也很可爱。是这样小小的，可是这种东西晚一点再买好了，现在买太重了。这不是世界鸡翅那个吗？这边还有很多泡面的选择，看起来很开心哎。布丁布丁，那我们继续赶路。那你要提神吗？我只要吃东西就提神了。白痴，我想揍你。我买了一个开心果的，超可爱的，吃一下。好硬哦，它里面的内层是一样。那你吃。很硬啊，应该可以退冰一点，很好吃吧？青生玉米棒看起来就是玉米浓汤棒，不是玉米浓汤，味噌烧板栗贝味。咦、欸，好像很厉害耶，白痴。青生油车盒，但是看起来不像种苹果的地方哎。苹果主要在红前。这边主要是产干贝吗？对。云超立体，好多种颜色。耶、yeah! ！饿肚子了啦。来到这边最期待的地方——巴士中心。如果有看过 Netflix 里面的影片，有一个叫《居酒屋新干线》还是《新干线居酒屋》。
购物，两个字都有。总之他就有来这个八十中心，他问别人说这边要去哪里买当地有名的酒或好吃的的时候，人家就说一定要来这里。结果这个人就想来，出门前他还复习一次。为什么这么开心？怎么开心啊？哇，一整只的鱼，好大只哦！ 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龟？新卷龟、北洋龟哦，好大、哦，这都一只一只卖的啦。可是这个只能逛吧？这我们也没有办法吃啊，这超大的。哦，这看起来就很棒哎，超多的各种卵。1500这样是台币多少？330，330这么多条，还有金子。极上真的哎，看一下这边，它好几种哎，还有试吃的，你要试吗？是这样试吃的，不会太咸吗？好吃吗？香香的，明太子的味道，鲍鱼，而且活，可是看起来没有动啊，你看。大章鱼，这它是蓝色吧？哎、欸，它里面有说它用这种白子。对对对对，可是这个你应该不敢吃吧？这白白的我也不敢吃。白子就是鱼的底底汁。嗯，听起来好奇怪。鱼的精囊。看一下哦，半只。一盆3000-4500。前几天我们已经吃很开心了。哦，毛蟹，哎、欸，这个已经用好的耶，好多、哦。这样子一盒了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波。真波，没有盐，还有藿酱油。又有这个了。这真的很多哎，超巨大毛蟹，那也太大了吧！很大，它这样是。你看上面的帝王蟹就知道那毛蟹有多大，超特大扇贝，5枚3500。这边生的要怎么吃？待会逛你就知道了。好的，你看这有多大？好大呀，好多！哎，这边其实真的很多人呢，其实比较小一点，8个4400，可是对我来讲这也很大哎，超大的，野生的。你看这样子，还有乌尼。哎，它在动哎。它在动哎！哦，原来这是活的，哇，好酷哦！哎，这个3个1800，好爽哦！带卵的，带卵的鱼，这还没有吃过哎，好多选择哦！再看一下，手收，哇！这个吃的都很开心啊！这个是不是他居酒屋先看现有买？里面有灌海鲜的一个罐子，这里面有3种特产，他要先退冰，它是冷冻的。可是我已经忘记怎么吃了。挖出来吃，挖出来就有3种。我们先去后面看，你就知道我们待会要怎么卖。好哦，好哦。哎呀，我这里真的是很迷人呢，果然是真的。你看，像在冻饭，都好的，这样也好开心哦，开心开心啊！苹果特卖，苹果特卖到29号而已。哦，好多哦！天哪，Oh my god！你有闻到吗？哦天哪，这里面根本就是在苹果浴里面的感觉，超级香，好香哦，好香！看一下这边，好多、哦，它这好特别，还有一片红的。哦，你看这样子一箱一箱的感觉好棒、哦。金星，这我知道，今天买的红前产，但一箱20000，这肯定是好货。大红蓉，满满的苹果，哎，我觉得在这里面啊，很香。好，我们回去，我们吃的这太香了，受不了。哎，可以烤苹果吗？可以啊。这边呢，有一个叫七里村的地方，它只负责租借场地，一个人400块钱可以烤2个小时，付钱我们可以去买所有的食材，烤完以后归还。所以是买的时候就计时，还是进场才计时？应该是进去才计时，但他写说先付钱，又要排队。我先进去了，先拿了号码牌，他说要等1个小时。里面超多人的，而且超。这里真的是在地人会来，你看这么多人，而且他们都在排队哦，有没有开心的感觉？我们现在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闲晃一下，先备注这边都会吃到这个鱿鱼，这里只是造型蛋糕，还有墨汁，还有茉莉苹果，这超多地方来卖，这边超多的。你会在看什么？你看这个里面有一颗有一种罐头的感觉，好像很厉害哦。这袋子会掉吗？不会啊，封着的。我觉得来日本很容易失心疯哎，这还有波波冰呢，可爱哦，是球球冰。哎呦，我们到底在逛什么？我要去逛我的那个。哎，这好轻哦，三袋干燥的。昨天看到的苹果商品，哎，这看起来也好好吃的。我觉得他们很烦，很喜欢限定。对对对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去买海鲜。我觉得日本人好烦哦，东西都太吸引人了。哦，幅这么大，好扯！哎，这怎么吃啊？哎，好重哦！它是墨鱼的，可是里面应该就是只有奶油吧 ？OK 啊！哎呦，寸步难行啊！这里还有，哎，这好可爱哦！活鱿鱼，哎，这是饼干呢，那造型也太可爱了吧！它还有这种扇贝的，你看哦，这扇贝还会开。
白痴哦。哎呦，这个也好像很好吃，超多各式各样的煎饼系列。上面这个舞蹈神社就是我说春天会有很多海鸟的，那不就有很多鸟屎走在那边跟炸弹一样。要撑伞，要撑伞。好烦哦，这边还有拉面，你看六种拉面，用拉面旅行。像小泡芙，它的包装每个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这一定好喝。白痴哦，哎，限定品哎，好扯哦。有女乌龟跟男乌龟，这边选择真的超多的。你不是说你要喝 sake 吗？哎，你不是说要去吃海鲜？对啊，那我们去吃海鲜，都是。就是讲了四五次还没有走到地点。仓石牛。昨天呢，本来选的方案是想要加这个，可是太贵，我们选最便宜的。结果我发现这边可以自己买自己烤啊，来看一下看一下，880的怎么样？880。这有880大块的。哎。还是我买这个，这个看起来花纹也很漂亮，还是口感会不一样。哎，不知道怎么挑，好烦哦。很多哎，你看这个花纹，可是1280。哎，好，不然我们省一点，我们吃这便宜就好了。我说选一点。哦，选一点，边角肉。看这个，我觉得每一个都很难选，我要选轻生产的。它这个有写烧肉用，烧肉用。这个没有写烧肉用，还是我们选这个？你看旁边这几块看起来也是很漂亮。我刚刚太开心了，忘了拍。它其实肉拿出来会让你自己挑，然后你可以选你要的哪几块。这样总共多少？589。OK。哎，我们要再多吃一点吗？我还有海鲜，还有海鲜。哦，好，这个花纹爽吃啊。几个？好嘞。可能太哦，这比较贵一点。没有，我们买了127克。哦、你刚刚选了一整盘，兴奋到模糊啊！这样折合台币大概400。这也太浮夸了吗？爽吃！你看我这是买比较高级的哦，这是比较便宜的，可是其实便宜也很漂亮。哎，怎么？他给我们一个背心，超可爱的，好开心开心开心！哇哦，经过人家这个海鲜洞也是很开心。想要吃什么都可以哦。哎，你看这个超红的，这是花笑蟹，所以这是熟的吗？你看毛蟹在动。哎，好可爱哦，它在动哎。哦，北海道毛蟹。这边真的就是一个快乐的地方。嗯，来选一些去 BBQ 的。这样才500块哎，等100多块四只哎，好多哦，好难选哦。这个是 BBQ 礼盒啦，套装组。对对对对，怎么办？好难选。这边有450块，它还在动哎，看它都有一串一串，450块，那跟我们去泰国吃到的小章鱼价钱差不多。选这个 ，OK。干嘛？买了扇贝跟鱿鱼，这样一个是250，这个是400块的。我们都买便宜的。还有想吃什么呢？它是这样烤鱼，超酷的。干嘛？买了350块的鱼，好开心。跟着他走，哎，就这个位置啦。准备吃烤肉了。那先烤什么呢？烤扇贝吗？没有，其实还有200的被人家买光了。还可以啦，250块，这么大，很大哎。还要烤什么呢？鲍鱼是吧？买一些。哎呦，它在动哎，活的。这艘船。好，这艘船。哎，它是整个这样子烤吗？对啊，板栗贝啊，它有一个内脏的地方是不能吃的，所以有毒的。它要帮我们挑掉吧？它要把它挑掉了，就有一块深色的在这里，它把它挖掉。因为不错，它是吃海藻，它有一个干的地方会代谢。里面的重金属，所以就会有毒素在里面。好开心哦！偷拍一下别人，人家是买上一大盒哎，我突然觉得我们的船超小的。哇，你这是什么式的烤鱼呀？不行，会掉下去。好，放在最旁边好了。差点忘了，我们还有围兜兜，高级和牛送的。你的是一只狗哎，好可爱哦！你的也是狗狗，换你，换你，换你穿。板栗贝是我的吗？哇哦，哎，好像。真的熟了哎、欸，要加酱吗？理论上应该有海水味，这壳应该很烫，加快没？好像很好吃哎，超级甜，现拍的就是不一样，不是你买冷冻的可以比。哎、欸，我们是买太少了，我待会去多买几颗。超大的 OK 耶，亲生的扇贝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扇贝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扇贝。可是这是北海道产。哎、欸。可恶，这两边是第一、第二大产区，其实真的超好吃的，超甜，超甜的。哇！你确定你等一下可以开车吗？哎、欸，对耶，那你喝。笨死了，这个你这么大杯。
过年吗？既然如此，我就先喝了。这杯950，这很划算。好冰哦，你不能喝，你要再买一个饮料。超好喝，好软哦，好像很好吃哎。其实蛮好吃的。长这样子，白白的鱼肉，这是什么鱼呢？不知道。好吃的鱼啦。对，好吃的鱼。先吃便宜的哦。看起来很不便宜啊。这边便宜的肉就是长这样子啊。旁边是市场的价格，然后你自己付个位置费，那个400块都可以来烤两个小时。我忘了带我的超强胡椒盐，真的只能加一般盐巴，但我相信这种肉随便加应该都很好吃。刚刚那间肉店也有卖烤肉酱，吃吃看啊，非常 Q， 非常软，非常好吃，没有骗你。那跟我们在那个京都吃的比起来，这鱿鱼刚烤好，可以看得到它里面有调味，这样子的颜色，吃吃看。好像很好吃的表情，它调味还不错哎，虽然看起来黑黑的，就是好像有点焦，但其实很好吃。里面有墨汁啦，是鱿鱼内脏，不是调味。哦，我的肉焦了。哦，好耶， yeah， 有绿茶。我的生啤酒干杯。干杯。好喝吗？白痴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太会烤鲍鱼。以前第一次吃烤鲍鱼啊，是别人帮我们服务的。这到底好了没有？看一下，应该是好了。我们把它翻过来烤了，里面都黑了哎，是不是有烤过头？壳烤黑了，没关系。好吃吗？超嫩哎！这是这边产的吗？嗯，那我们为什么只有买一颗？因为贵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有没有干爹可以赞助？我是迷你伙伴，不好意思。刚便宜的肉吃完了，现在要吃贵一点。1280，100克。来看一下，哦，这个花纹很美啊。100公克价值1280的和牛，看一下，石牛，还有贴纸哦。好吃的秘诀就是要贴纸。试试看。有比刚刚好吃吗？90跟95分的差别。说的没错，90跟95分的差别。我觉得啊，粗浅的我880就很满足。1280一样非常好吃，但是坦白说，我觉得都很好吃。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买880就好了。对，下次帮我贴纸。结果又去补了5颗，好开心哦！一颗是200日币，等一颗是44块，超便宜。现开的。我想一想就觉得现在日币低。我们来都有机会来，那为什么不爽吃？而且还是产地呀、啊！烤了，来，满上。我这颗好大、啊，这颗跟隔壁它是怎样？大人住小房就是，没错。哎，怎么会这么大？吃完啦！超爽，我只能说超爽。每一次看到那些精致的肉铺、菜市场的海鲜，每次都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说我是不是要去住一个有厨房的旅馆，或者是有厨房的民宿，才能自己去料理。你想看烧肉店的价格跟肉饭的价格就是不一样。今天我来到80中心，旁边就是市场，你只要付400块，算90块台币，你就可以在旁边现烤，用市场的价格买鱼买肉。这边也很受日本人的欢迎，有夫妻、情侣，还有朋友聚餐，还有那种一个人的精致生活。这种冷门的时间也超多人。我们是下午哦，下午3、4点谁来跟你吃饭呢、啊？我们来的时候要等1个小时。好啦，我们这里真的是狂推、超推、无敌推，下一个地方。